约收获不少。好，我也是。还是教练很多。打球你要大家，他也要非常打，需要。那没关系。怎么站位？我是因为不喜欢。怎么处理球？就是回到家里上床之前。所以如果我冬季比较有条件，然后出去外面会。大部分是平头型的，就是比较轻薄型的。做的是什么？他们说有些人有这种大的话，我其实打很多。这两个是吗？是效果，就没办法。他就是他爸爸带着他去打的，从小。有请过牙齿教练教啊。他们两个是连环打的赛事。
久了，你熬太久了。拜拜，好，平手，关灯了。